哎呀，今儿家没人，爸妈都到公园遛弯去了，就我一人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哎，爸，哎，这到公园遛弯去了吗？怎么这么早就出事了？出事了？怎么的了？这是？马上往上这块走路，噌就穿出一个比你妈还丰满的大妹子来。拍照，后来来个女孩，见着我就拥抱，非说我做好人好事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？哎呀，当时我怎么说？进来，这就是我们家，来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怎么了？这是？哎呀，我说老头子，你跑啥呀你？不是啊！哎呦，只有做不到，没有想不到的啊！我是真没想到啊，我爸爸做好事了。对，我是亲身的受益者。你看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！你们能确定吗？确定。姑爷，人家都说了啊，说你爸呀，颜值不高，一身肥膘，两条短腿还没长腰，你看不就是他吗？没错，集如此多优点为一身的，没有别人，就是我的爸呗。哎呀，你怎么也大爷，您就承认了吧。大哥，你就承认了吧。老头子，承认吧。你就承认了吧。哎呀，妈，那客人都到咱家来了，你倒点水啊。对，你看我忘了吗？喝水啊。行，不够意思啊你。好家伙，出去做好事出风头，不叫着我呢怎么？我跟你说句实话，好事我是没少做啊，但是今天他们说这几件绝对不是我做的。小点声，爸，我跟你说，今天这好事承认也得承认，不承认也得承认。那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人家都找到家里来了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人们的心中啊，需要英雄，需要榜样啊。他说的这个英雄事迹我没有啊。你没有？我问问你爸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蝙蝠侠吗？没有。真的有孙悟空吗？也不一定。真的有到处打怪兽的奥特曼吗？肯定没有啊。做好事不留姓名的阳光好大爷可以有。爸，我问你，想不想做这个阳光好大爷？做梦都想。以后啊，助人为乐的事儿我必须得干。我问你，要是走在街上遇到坏人你怎么办？我拔刀相助。要是遇到别人有困难了你怎么办？我见义勇为。现在外星人在进攻地球，我变个身我弄死他。我爸，我问你，你是谁？我是你岳父老范。怎么还是老范呢？你是谁？我是英雄汉，我是奥特曼。哎，我宣布啊，阳光好大爷找着了，那就是我的奥特曼爸爸。哎，谢谢老姑娘，老大爷，谢谢你啊，到了。哎呀，老姑娘，你这是咋的了？哎呀，我刚才有点低血糖，有点晕了。这孩子，低血糖咋不吃点东西呢？带点东西吃。我兜里有，这不是饿的没劲掏了吗？你看，谢谢大爷，谢谢你。大哥，哎呀，大哥，我可找着你了。你是落水的大妹子吗？是我。哎呀，郝大爷，郝大爷可算找着您了。哎，停，颜值不高，一身肥膘，两条短腿还没有腰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这老头子咋还出山寨版的了呢？来，你俩往前站着，来。面对面，我看看，别转过脸来，我看看背面。哎呀，二姑爷啊，快来吧！我看看，这个出大事了，你。哎呦，我明白了，我的爸爸是龙凤胎啊！啊，不对，是双胞胎呀！啊！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郝大爷终于出现了。我相信他的事迹一定会引领我们社区涌现出一个又一个好人。好，来吧，咱们一块儿合个影呗。好，合影。来，郝大爷，阳光郝大爷，一二三，起来了。